真的非常谢谢今天来的每一个人，然后包括我们这一本长腿，书名不要看错，很多人都说为什么叫长腿毛女孩，漏掉太多字了吧，漏掉太多，是长腿女孩与短腿毛孩，不要擅自简称长腿毛女孩，不可以。对，就是这本书，其实从一开始，任何不管是里面的文字、里面的照片，都是我自己去写出来、整理出来的。然后插画是那个小易帮我们画的，那算是我觉得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本书了，胜过以前自己出的写真书哦。对，所以在从我们预购开始，然后一直到正式开卖，然后签书会的消息出来，我觉得大家都很关注这件事情，然后甚至有人一拿到书就会跟我分享说，我今天一拿到就看完了，然后我感觉怎么样怎么样。我觉得这样子的回馈会让我非常感动，因为我可以感觉到说，除了我之外，还有很多很多人也很喜欢他们，甚至很爱他们，每天都会关心我说，他们今天在做什么，甚至会开一些要常常关注他们消息才知道的玩笑。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很棒的事情，因为我知道除了我之外，有这么多人都喜欢他们，而且相信大家会延续这样子的感觉，延伸到任何一个毛孩子，邻居的狗狗、朋友的狗狗，或者是自己家里的毛孩子。我希望从就是渐渐的这几年开始，有越来越多人可以跟我们现场每一个人一样，就是把这些毛小孩真的是当作家人，这样子的感情跟观念，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传递下去。